还在。什么情况呢？哎，看见没有？反骨的小子，记住了啊，小子反骨，小树。干嘛呢？铁道机外面有一个兄弟，谁能救啊？能救啊！分两枪，又分两枪，分两枪了。那我就干他。后街来了，上门。哎，红楼也来了，红楼也来了。救救他呗，我就救了。我这两，我救了。完了，兄弟，救不了了，就他一名了。二楼，二楼进来一个。过去不打架了，不到我，不到我。干他！还在楼梯。火就火，别给我烧了，他妈空了，不然哪也能救他。哎，右边。先吧。哎呀，这啥意思呢，兄弟？走喽。兄弟，第一波我就没干你，第二波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下车养成这习惯了。好，哎，黄不打掏空了是？啊，有个在看，一张看。我给他丢个 fire。看见红没？没看到，走红。好像死掉两个。右边出去了，出去了。你这个防弹防爆，哎！我操，这老六！我干你！厉害啊！受够了，真的！看我一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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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一眼。车倒了，我直接贴大字，带我呗。行，就这个了。哎，可惜。再来一枪。里面厕所，哎，里面救人，刚进去。俩子，倒了。烂楼一个，烂楼一个。电死你。过楼一个，近点有个，近点在这个车库还是寺庙？啊，补一个，没补一个。要么在那木房，要么在车库。房和在木房那里。小刘打哪里？他打。楼外两个。不好救，我倒太多次了。哎呀，到那儿啊，死吧你！三个人，这儿呢？包里还有雷。哎呦我操，你真是恶心下头女啊，真让我恶心。